为什么你不把他在房间待着？妈傻眼，这个胖子昨天带一个打电动的回来，然后打到现在一整天都在店里，在楼上。不是那个，你为什么把他一整天都在店里？在楼上。我真的很夸张，你们怎么把他一直在店里，然后在房间里都不知道冲他小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两个进去，三个出来，这就感觉哪里怪怪的。那这一趴要开始了，今天要干嘛？怎么都快就破梗了呢？是没有啊，这那重点是大家都问说我那只后照镜是什么，上网查一下，那是每个机型号多少我也不知道，那是我们客人阿伟赞助的，所以他本来装在09上面，不能装，都是丢在店里，直到我这台车一来之后，他说那就拿去用吧，然后就免费赚到，然后。最干的是车上改了一些东西之后，大家没问题的，就不偷东西。好啦，后道镜确实是够看的。又去接到这一趴，我们来介绍鲨鱼的插入避震器。这次我选择的是银色的上下座，黑色的气瓶，然后旋钮部分有橘色啊、红色啊、黑色啊，还有我们的弹簧的上下座是绿色，这个好像不用介绍。嘎，真香！啊，怎么杀热狗？热狗是讲钱，他这是鲨鱼好吗？鲨鱼不能用热狗两个字，好吗？其他人 disappear 啦，这样子给录影，你知道吗？不然这闹来闹去不知道怎么样。好了，回归重点，我之前说所有进站都是使用插入的避震器，那调教上面也蛮有趣的。那 pose 的部分的话，当时是用 GJ， 那次我又跳了鲨鱼，不是说 GJ 不好用 ，GJ 还没有出，所以有点可惜。那原厂避震的部分是真的是很便宜，听说那个磅数有点高了，所以在骑乘的时候，它路面的跳动感太大，会装载，而且后面要做一个胖子才压得下来。上次在我们的一个客人叫杜梦也他够胖的，所以我在过弯的时候发现，我压到东西它很稳的，超稳的，但是装载的时候，你后面一定要是个胖子。哦，如果说像我单人在骑的时候，在做战斗的时候，那个跳起来，我整台车都几乎快凉了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希望这组避震它能软下来很多，因为一定的话大概是定40公斤的。虽然说我知道弹簧会支援到40公斤的那种体重，这个体重比较特别一点，所以我一定都是要选择比较软的避震，才可以使用。好，安全，干嘛？怕连龙冲浪都要叫我换上去啊！噔噔噔噔噔，鲨鱼换上去了，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啊！我这个三楼，因为只有我家在碰错门了，耶，装完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让我一起学猫叫，喵喵喵喵喵喵 喵, 喵，哇哦哇哦，真是太帅气！有没有？超好的！哎呦，告诉我，鲨鱼装好就可以上山了，对不对啊？耶、yeah! ！可是明天要上班，礼拜六我也有工作要做，还有不能出门，但是我可以跑下午的，没关系。耶、yeah! ！真的假的？OK， 我们又来到了云林的东山水文了。嗨，应该今天是很临时的一团，所以没有约。还有一个大哥，大家在这个弯上面都一定要压一下，你知道吗？
I wanna make shockwaves with you.